肯定父亲贡献和鼓励父亲多参与养儿育女的系列活动，今年将重点突出父亲面对的挑战，并肯定他们的角色。今年的一大亮点是与父亲一同参与在新传媒园区举行的嘉年华，餐馆和零售业者也将推出促销。这个由好爸爸中心、爱心爸爸运动和新传媒联办的活动将从这个月28号开始，为期一个月。